这里啊，就是我最喜欢来的地方。那你经常跑这么远来看火车啊？我可不光看火车，我还气火车呢。怎么气？我告诉你啊，要是火车开过来的时候，咱们就跳到这铁轨上，不走，你站在中间又会气它，它一生气啊就嘟嘟嘟的冒白烟，然后它越冒白烟，咱们就越不走。你越不走，它越生气。等火车进到不行的时候，咱们再看准时间跳开来。 看，火车来了！哎，火车，我们在这儿呢，我们在这儿呢，过来吧，雪山，浩子，我们原是自由飞翔的鸟，飞去吧，飞到那乌云背后明媚的山峦，飞到那里，到那蓝色的海角，只有风在欢舞，还有我作伴。火车来了，雪山。 跟好啊！小山，别跑啊！上篇你一定要记住这首诗啊！记着呢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小山，你知道吗？ 常常觉得我应该是那个坐在火车上的人。不管他下一站开去何方，总有一天我会扒上火车。他开到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孙少平，他也许一辈子就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但他要做一个不平庸的人。过了几天，在少平的生活中。 突然出现了一件他想不到的事儿。学校根据县宣传部和文化局的指示，要组织一个校一级的文艺宣传队，巡回到各个公社去宣传演出。孙少平，我才是真正的杨子荣。烫烫，take。 杨子荣演的可比小白鸽好，要不演出的时候你就演杨子荣吧。那可不行，那我要是贴个胡子演杨子荣了，你让孙少平扎个辫子演小白鸽啊？小白鸽，孙少平，你才是真正的杨子荣。哎，行了，我今天打色到此结束，赶紧吃饭吧啊！这，少平，吃饭。大家注意一下，通知个事情。 刚接到学校电话，县宣传部通知学校，说地区要搞全区革命故事调奖。县上决定让咱们宣传队的孙少平和田晓霞代表咱原溪县去黄原参加，这是咱们宣传队的光荣，大家鼓励鼓励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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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我以前就说你跟别人不一样，你现在跟别人就更不一样。那我穿这身衣裳，当然和别人不一样。我不是说这个。这么说，我是该谢谢你。我现在是需要打饭，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吃我的饼菜，拿我的黑米馍馍。可我现在再也不躲着了，我就大大方方的吃我的饼菜，大大方方的吃我的黑米馍馍。哎，这才是真正的孙少平。罗家
双水村的人谁也没有想到，孙少安这家伙出门一个月，竟然带着一个大眼睛的山西姑娘回来了。哎呀，少元同志们，一年一度的大早节又来了。现在我代表双水村党支部宣布开园大早过节啦。听见没有？使劲的敲啊！今天枣园子里的枣啊，随便的吃啊，但是仔细吃，不许拿，听见了没有？啊！小心脚底下啊，把脚底下枣头拿起来。别打！别打！哎呀，怎么样？啊，好好瞧。你呢？田大头。玉婷。啊。你家少哥找了个漂亮婆姨，咋没来啊？一会儿就来，你等着看啊！捅破田，俺也不相信，谁知道上俺进城是去寻婆姨的吧？他临走不是说给姨弟联系两种，我家海明还瞒着我嘞。走了一个月，可好，给自己寻下个婆姨回来了。你们说，这么好一个后生，哪个找不下个婆姨？哎呀，问谁要娶贺凤英的本家人吧。哎呀，那少安娶这个婆姨，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哈。当然是好事了。那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少安娶的这婆姨呀，也是一分钱彩礼都不要。哎，但玉婷说，你也帮我娶个婆姨吧。没问题，你好好表现啊。真是一分钱的彩礼都不要？真的吗？哎呀，好事都被你们孙家遇上了，就是啊，感谢的啊，好好的弄啊，都捡起来。哎，我找了个理由呀，到孙家去看了看，那女子呀，那个凤英呀，完全是两个样，除了那脸蛋儿没有凤英白，那长得模样可齐整了，黑眉华眼，一口白牙。你再说呢？我就不信了吧？嗯，他能有我的奶子大啊？我跟你说啊，让个我想到的是哦，哎呀，那女子呀，到了少安家的那破摇篮洞里，一点都没嫌弃。哎呦，你看把那孙家人给乐的哟，那嘴都给合不住了。就说上面那个婆姨咋还没来啊？哎，天武，你给咱唱一曲儿啊！哎，咱村的女娃娃都爱听你唱，你这一唱啊，那个少安和他那个什么什么秀莲的那个婆姨啊，就凭着来了。唱，就是啊，来，给我们大家来个玄的，对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挺好，好拿手熟的，唱。桂兰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！啊，那个就给他来个酸的啊！啊，叫一声那个干妹子掌柜来呀嘿！掌柜来呀嘿！你爱那个酸来，我给你来点酸，干妹子儿哎！哎呀，谢谢师啊！去山叔，介绍一下这婆姨啊！哎呦，我真醉了！进吧！哎呀，就不要喊！妈来了，少安这新媳妇儿来了！是你媳妇儿？在那边呢！咱去看看去！这不是婆姨，还没有登记呢！哎呀，你看看，二妹。不高，海明，这万家说啊，姐夫，那就是少安啊，你这个一队队长，过去天不亮你就下到地里干活了，现在你看太阳都照到屁股模子上，你才出腰了啊！就说你钻在腰里做什么了啊？就是娶个媳妇嘛，可把你给累的，哎呀，这下的事儿啊，万又说，我
们现在就是把寝室定下来了啊，还没有登记呢，不敢叫婆姨啊。万有叔，你要再乱讲话啊，我把你这脑袋塞到裤裆里，让你老王看光了。干啥？你看，少安把媳妇都领回来，要闹闹少安吗？睡了没有？这不刚说的吗？还没有登记，你想的事儿啊你！哎呀，行了行了嘛，秀莲，这男人家有时候乱胡说，你不要介意啊。哎，走，跟我们打早圈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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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少吃点早，伤胃。哎呀，少安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们等着你热闹呢。秀莲姐。咱双水村的打枣节热闹不好耍不热闹得很，大家可热情了。谁来了？是秀莲姐。秀莲是谁呀？奶奶，是大哥带回来的大嫂。大枣？玉后，大嫂是谁呀？哎呀，妈。爸。哎。我来帮你扫。哥，不敢不敢不敢。哎呀，你大早累了一天了，不敢让你干活嘛啊！来，那行，来行，快做饭去。哎，我来。哎呀，你可不敢让你干活啊，你歇着吧。啊，我去。闺女，柴火。行吧。秀莲从小就不娇惯啊，让她干吧，没事啊。少安，哎，你带的这个女子长得真俊。你看，你奶奶不糊涂，心里清楚的很，着急着嘞。来。可是不能让人家干活去打把手去哈！哎呀，没事，爸，你叫他干吧。你这个女子真是哈，一进门哈，这还没登记了就叫爸。哎，哥不知道是该答应还是不该答应。爸，哎，那个柴火没了，我还想劈，没找到斧头呢。好，斧头，好，那啥，我给你找去哈。润燕，你来，润燕，来，你给我带点心了没有？奶奶，润燕，她咋没给我带点心呢？这是秀莲。秀莲啊，秀莲是谁呀？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你就尽快跟我们说啊。阿姨有几句话想跟你谈一谈。阿姨，我没什么困难，也不需要什么帮助。您跟我二妈已经跟我谈过几次了，您要说什么，我知道。小天，你也给阿姨说句心里话。你对向前，还有我们这家人做的这些个事儿，是不是都反感透顶了？但我想，你不至于怀恨在心吧？没有，阿姨，我知道你们家对我都是真心的，对我是真的好。如果是别的什么事情，您要我干什么我都会答应的。可这件事情不一样，他毕竟是要我把整个人。不要交给一个并不能接受的人。我知道，我听说
你心里有一个人，是不是你们双水村的生产队队长孙少安？你们都知道了，那就是有这个人了。我想，我还是跟你二爸谈谈吧。阿姨，其实这件事情我很早就想跟我二爸说一说，可我看得出他最近工作上并不顺心，也很烦，所以我不想因为我的这个事情让他分心。你说对了，你二爸呀，他现在难着呢。现在啊，正搞那个批水浒的运动，批的呀，就是你二爸这样的人。咱们两家要是结了亲事，那就是一家人了。小田他爸呀，就能帮助你二爸，让你二爸呀不再那么难。小田他爸也跟你二爸一样，都是革委会的副主任，这你是知道的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还准备跟你的父亲和母亲谈一谈。阿姨，我怕他虽然是个支书，但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农民，他哪能理解我的心呀？再说了，我妈她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我觉得您得不到他们的帮助。前两天呢，你父亲给你二妈打电话，让我和你二妈呀赶紧把你和向前的婚事定下来。你父亲的意思是不用谈恋爱了，直接就结婚。我还说要不要给你们时间，你父亲说不用了，这个礼拜就定下来。那你说我还用不用跟你父亲谈一谈，告诉他说你不愿意？阿姨，说来说去，我的事情只能我自己做主，我爸他说了不算。那是当然，可是你一个女孩子家，你有多大的力量？你对自己能有多大的信心？那我也要尽可能的保卫自己的命运。多说什么吧。向前呢是个认死理的孩子，他已经用自杀威胁过我们了。向前自杀？不是阿姨吓唬你，向前几次到你们学校去找你，你都对他很冷淡，还躲着他。我们向前不傻，他现在啊是钻进对你感情这个牛角尖里出不来了，就逼着我和他爸给他想办法，还用刀片划自己的手腕，我们做父母的看着着急，所以就找了你二妈，想让你二妈再跟你谈一谈，希望你能做向前的媳妇。自杀。生活啊，生活，为什么给他出这样的难题？如果没有个李向前，他现在仍然会像过去一样安安稳稳而又忙忙碌碌地操心着工作，内心平静得像一湖湖水，这是他最乐意的。可是为什么要给这湖面投进了一块石头？而更为不幸的是，由于李向前这块生硬的石头的撞击，又使他对另外一个人释放出真正炽热的爱情冲动。可是当他也给别人的心里投进一块石头的时候，却没有溅起任何一点水花。多奇怪呀，真的！快点，小田，哎，你愣不愣干？什么时候帮我们也弄啊？没问题。就是，哎，对，就是。以后别叫上小姐，小妹夫。哎呀！谢谢啊！田老师回来了，田老师，我们都在夸你的对象呢，你看多能干。就是，真能干。林毅，虽说是夏天，离冬天还远着呢，但是我把你一冬用的煤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就是，真累的。林毅，你去哪儿啊？找我的少安哥。
谢谢啊。哎呦，你瞎这么远。那算了。你天天在家里陪着奶奶，闷不？不闷。奶奶可好了，我喜欢跟她聊天。你俩都聊啥？聊好多事呢。还有，聊到那个润叶，润叶比我好。奶奶岁数大了，不要听她胡说。少安哥，我也想给奶奶买点心，就像润叶一样。我从山西来的时候，我爸给我钱了。哦，你爸今天来信了，说问你在这咋样，问你什么时候回去。不要撵我，你是不是嫌我在家里吃闲饭了？那等明天，我跟你一起上山，跟你出宫去。不要胡想。你走的时候不是和你爸说了吗？住个四五天，我怕你在这等的时间太长，他们操心了。你要是再撵我，那就说明你心里嫌我不如那个润叶。啊，秀莲，我现在把这个话说完啊，以后你不准再提润叶这个名字啊，能行不？舍不得离开。哎呀，你先回去，啊，等春节我再寻你回来吧，啊。你就让我多待几天吧，就待几天。那是这，那你给家里回个信，你就说你再多住几天。我是怕你爸操心。长安哥，我可高兴了。你高兴啥？你又可以跟你多待几天了。来，狗蛋。咋来了？少安和秀莲还说要罐子沟看你去了。我等不及了，过来看看来。毛蛋，带狗蛋去那边玩啊！哎，你跑过来干啥？咋？筹少安结婚的钱嘞？是的。虽说秀莲家不要彩礼，可咱咋也得给秀莲扯几身新衣裳。也得给他爸做套新铺盖和一件羊皮大氅，这是礼数。少安也不能穿着旧衣裳当新女婿，这零七八岁的算下来三五十块钱根本不顶事儿。哎呀，玉婷结婚那阵儿啊，家里那么困难，我都咬着牙办得有声有响，体体面面。少安娃结婚，咋也不能没面子。老花，你帮爸再算算。拜媳妇。拜。我这盘算着，少说也得小一百块嘞。猪杀了。猪杀了要吃肉，咱这酒席上的猪肉不要买了。今年卖不成肉了。粮食的问题咱得另想办法，咱家的口粮大部分都是粗粮，也拿不到席面上。最关键的就是这现钱，咱找谁借这些钱来？村里也就那几家有，海民的媳妇儿严华连她公公不给借钱，也不可能借给咱。俊武能有点，他和少安的关系一直都挺好，可他毕竟是金家湾的人，不好张口。
咱总不能管润叶姐吧？是的，她对不起这润叶姑娘。再有就是这住处，咱也不能让弟弟弟妹一结婚就没地儿住吧？是啊，孙阿姨结婚不能再住在老窑里，可是顾心要我得找地方，怕来不及呀。春节就要办事，土都冻着，我这肠子都凑断了。我不能用，那是你的新房。哎，我用不上，这口窑空着也是空着。哎呀，你这个人真是。真是气死我了！我走。哎，我这个事还没有说明白。少安，我不能。少安，你们咋也来了？啊，我们来说你结婚用窑的事儿啊。什么窑？咋了？哎，你说你说吧。啊，我和万家叔商量好了，把一对饲料室那个放种子的窑啊腾给你，把种子放到万家叔的窑里，这样你在那个窑里住个一两年，那没有问题嘛。哎，你不敢这。那是公家的地方，你想什么呢？哎呀，没事嘛，我们都同意了。对，少安，这有什么呢？就去住吧，我都有你俩新人陪，是求之不得的呢。要不我一个人住在那儿，就是被狼吃了也没人知道。不行，什么不行？你知道我们说什么你就说不行？我们一队的事你们二队凭什么说不行啊？我那口窑宽敞着，双安已经赢下来。一队的人就得住一队，宽敞什么？宽敞管什么用？我跟你说，你甭管了，你甭管。哎哎哎哎！不要动！我跟你说，不是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们都别吵了。让我说，让双安的媳妇儿选，看她愿意住在什么地方。让我选。哎哎哎！好好好。你就不要难为秀莲啊！这样，你们这个心意，我们领了啊。等我爸回来，我们商量一下再决定，到底是用哪口窑来结婚。少安，一个是二队的队长，一个是一队的副队长，他都愿意上门帮你啊。我之前因为分这个竹饲料地的事，我私自给社员多分了一些地。受到了公社的批斗，他们就在心里感谢我这个队长吧。这也是好事嘛，说明人家心里想着你。哎，尚安，你咋回来了？哎呀，我想了想，你光有窑不行，你还缺粮嘞。你跟回家里商量这个事，可有一样，我本家哥君山哥来，你一句不要讲，就听我说。什么意思？哎呀，你走走走走，跟我走。啊走，不是跟你哥也说什么？你看你也不说，你俩过来，来来来，咋了这是？你俩在这儿啊，等着啊，站着不要动。咋了你？不要动，俊武，你让我在这儿等着，你有啥事儿啊？哎呀，俊山哥，家里有没有一袋余粮？啊？你要粮食？有啊，要多少？我不要，少安春节的时候啊，可能要办事，需要一袋粮。你能不能接上一点？哎呀，俊山说不用。你不要动。俊武，少安家缺粮，我早就想到了，用不着你一句话一句话的在这逼着我。当初少安被田福堂整治，弄得全公社挨批斗，我该护着他。哎呀，俊山。哎呀，少安，你别说话。这样吧，把我的粮拿上，不然日后你见着我。愚公别叫我副直叔，愚司别叫我舅山叔，你让我说一句话嘛！哎呀，人家不让你说嘛！你，哎呀，你说。谢谢大家。哎呀，白主任，哎，啊，哎，主任，这是咱们公社的白明传白主任秀莲。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白主任好。少安，哎，这个女娃就是你从山西带回来的媳妇？哦。哎呀，你这个女婿可不得了啊！不光是我这个公社领导，就连县革委会的领导也等着他呢。哎，白主任，说是福军叔要看看我们，他在哪他？在车里等你呢。去吧，车里去聊。
出去说。少安，恐怕你要结婚了，俺们都不知道吧？咋了？把你收当外人？呀，叔，你这话说的，这不是日子还没有定下儿？那我们要是结婚登记前，我们肯定是要告诉爹的。我不君臣在这儿等你，是为了避嫌你。这么些年，我没有回过自己的家。小婉，村里的光景咋样？还是老样子吧，反正是平面的过光景，越平面啊，日子越烂。庄稼人的日子，啥时候能有个改变？我跟你说，夫君说，照这个样子下去，这村里的光景肯定是一年不如一年。现在都在这混工坟，你说有几个正命劳动的人，就是再正命，这一年到头还得和那个偷奸耍滑的人一起分粮，一起分红，谁当这个瓜怂嘛？真是没有办法。你说的对啊，这个现象啊，迟早是会改变的。行了，不说这事儿，说说你跟秀莲的事情。听说秀莲是你二妈买下的，是二妈本家。好女娃，秀莲，准备啥时候结婚？咋了？见着领导不敢说话了？我们跟秀莲家商量过了，下次春节的时候结。哦，那恐怕你还得办个事吧？啊，我今天开会的时候见到你二叔了。你二叔说你要办事情，我估计你们现在也紧张，你二叔恐怕也不敢跟我张这个口。我今天来找你啊，就是为这事儿，你先拿着。哎呦，你干啥嘛？哎呀，叔，这100块钱我不能要你的钱，我不能要，你拿回去啊！夫君叔，真不能要。咋不能要嘛？不是，我咋能要你的钱？100块钱？哎，夫君叔，我心领了。为啥不能要这个钱啊？就凭咱两家的关系，好的跟一家人一样，互相帮个忙有啥不行的？再说了，我没有让你这100块钱不还我吗？拿着。咋了？你不想结婚？啊？你忍心让人家秀莲受这苦？你说我虽然不富裕，但是100块钱我还是拿得出来。你先拿着用，不够的话我再让给你送来。用不了，够了。好，少满，你不要气馁。跟秀莲结婚以后，要把光景过好。上次煮饲料地的事情，虽然是你挨了批斗，但是我心里很清楚，你是一片好心，村里老百姓都念着你的好呢。你这是为自己啊增加了好名声，我估计以后这个双水村恐怕就是你少安的双水村。行了，去吧，好好过日子。叔，瑞英和向前，他们好吧？少安哥，我怕我配不上。走。这村里的人都把你的事当自己事办不说，就连县里的大领导福军叔呢，还给你送这钱，我真怕我配不上你。你胡说个甚啊！你咋会配不上我？我听你和福军叔说了，那个润爷还没跟那向前好着呢，他是不是心里还装着你呢？你把我从山西带回来这事，他知道不？走哪儿呀？
这次福堂署为我们村的支书任燕提拔。福堂署。哦，这次暖和你秀莲。大哥，给你们倒上些水吧。不要了。我今天带着溥仪过来，就是想让你心里高兴。你以后不要再担心我和润叶的关系了。李向前和田润叶一定能好。走。生啊，说句实在话啊，我这个人有些怪。你看这该高兴的事情我又高兴不起来了，就好像一个什么东西丢了再也找不回来。鬼鬼祟祟人是谁呀？二爸嘛，那打早节你见过，这脑子。那他跟着我们干啥？那你问一下嘛。哦。哎，二爸，你跟着我们干甚啊？啊，秀莲。哎，咋了嘛，二爸？咋了，二爸？擦手白面。咋了呀？你看啊，是这么个事儿。按照老乡俗呢，我和你二妈呢应该请秀莲和你吃顿饭的。可是家里这个烂摊场你是知道的嘛，夏天分的那个麦子也让你二妈拿到十个节粮站换成了全国粮票，说公社通知他啊下一批参观大寨。你说参观大寨这也是光荣的事情嘛，啊咱们不能去拦着他嘛。我知道二爸你有难处嘛，那按照乡俗的看法，你这当二爸的这必须请秀莲吃个饭啊。是啊，不然的话村里的人说闲话嘛。那是这，我回家给你拿一身白面送过去啊。好，现在就去拿嘛。哎，不敢啊，秀莲啊，白天送过去村里人看见说闲话的，晚上送，晚上啊，晚上。那我就晚上给二爸送去。哦，好，感谢的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慢点呀。哎呀，我这个二爸呀是个喜欢的革命家，没有想到是个有型人。哎，我弟少平，秀莲你好。啊，握手。你好。你先进屋，我和少平说两句话。你弟跟你不一样。咋不一样？一见面就说你好，握手了。你先进屋。哦。你咋了？哥，我敬重你带回来这个嫂子，她就是因为看上你这个人。他就可以不要彩礼跟你回来，单凭这一点，我打心底里敬佩。你想不想知道润叶姐咋样？润叶咋样？他知道你带回这个嫂子，大病了一场，现在在医院。你好。谢谢。这就是我和你的意思，就是我讲的这些。
讲的这些，也都听说了。哎，明天阁下代替其他元喜县趁换布给你做件新衣裳。瑞月不是病了吗？我顺道也去看他一会儿。你去吧，你高兴着嘞。俺家的少安是有情有义的人，但你要是不去，我反而觉得看错人了。俺求你答应我件事。我也想请你答应我一件事。那你先说嘛。你先说。明天你去看润叶，带着我一块儿去。你求我啥事啊？就是这事。